酸甜新滋味，又酸如贵妃荔枝，如意杏子，和你一起期待下一站的精彩。新老朋友，齐聚好友，春日逆袭赛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两位成为一对，剩下的九个人跟你们进行比拼。我死都要赢。我也是，我们要有胜负欲。环环相扣，接力赛，有人勇猛向前。哦哦哦、这个稳定感，哇！一步到位，哇，好厉害！我刚才转过来，我以为有人做猴子呢。哦呦，这个好走！哦呦，这个好走！有人节节败退。哇，你往回退干嘛？为什么哇？你走回去，他就不疼了吗？你就当做徒弟按摩了。谁是机智灵敏的恋爱捕手？回答出女生生气的原因。刚才才说打完球回宿舍了，然后现在就躺着，她不爱干净，她不爱干净。不对，现在的人都宝宝在干嘛？你就告诉在想你。哦，你太会了。谁又读不懂女生的小心思？好，来准备。等一下，你要不要保护我，金章？你要不要保护我？怎么保护我？验一个管子那么明显。只要想保护，你怎么样保护不了？来，春日逆袭终极战，高能不断。我的天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我们已经赢了。请用一句话形容你喜欢的人。下周六晚8:10，敬请期待。